不行，说的是一辈子，差一年、一个月、一天、一个时辰，都不算一辈子。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，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，飞到攰嗰阵就喺风入边瞓觉。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，佢只在佢死嘅时候，当你唔可以再拥有嘅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。自己唔好忘记。哎呀，你好重啊，一个人抱唔起啊。会唔会帮淑贤带耳环？会，我仲会帮佢在意添，不会一路在意，一路谂住你。叶飞，不如我哋由头嚟讲。又是一年四月一日，张国荣去世19周年了，娱乐圈依旧宠爱哥哥，章子怡、袁咏仪、唐鹤德等发文缅怀。粉丝则开始回顾哥哥所塑造的经典荧幕形象，《霸王别姬》中的程蝶衣，《春光乍泄》何宝荣，《阿飞正传》旭仔，《东邪西毒》欧阳锋，《夜半歌声》宋丹婷，《流星雨》李兆龙等等等等，每一个都让人印象深刻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给人带来了很多好听的音乐，他的人格魅力也吸引了很多粉丝。这也是为啥过了这么多年，大家依旧缅怀张国荣。